中以四个细项来看，有肤色均匀度、抗皱度、气质平滑度跟眼周明亮度。可以看到两颊部分啊，会比较容易会有粗糙的一个肌肤状况，因为其实现在是属于季节换季的时候。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肌肤有弹嫩、抚纹、透亮的功效，那这个是你的专属保养策略，这个送给你，可以带回去做体验哦。